6月12日晚，东方艺术教育中心在休斯顿市中心的哈比剧院的 The Keha 剧场举办了2022年的精品晚会。请看本台陈铁梅的报道。OAEC 自2010年成立以来，培养了无数的舞蹈艺术人才，成为大休斯顿地区最大的艺术培训中心。十多年来 ，OAEC 培养的学生在美国及国际舞蹈大赛中荣获数不清的奖项。孩子们精彩的表演得到了美国舞蹈艺术界的高度认可。OAEC 的原创舞蹈一次又一次在各大比赛中获奖。为了让这些精品作品呈现给休斯顿的观众， OAEC 特别在6月12日推出一台精品晚会，同时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一个完美的舞台，留下青春的记忆，为这十几年在 OAEC 的生活中留下饱含浓浓的父母之情、师生之情、同窗之谊的美好回忆。晚会精品精选了16个节目，让观众有机会欣赏到 OAEC 在各大舞蹈比赛当中的部分获奖作品。在演出之后的 post party 上， OAEC 的优秀应届毕业生与大家分享了如何实现心仪大学之梦的有效策略，如何规划高中学业和课外活动时间，如何做好申请准备工作，如何写 essay， 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义工和公益服务。艺术舞蹈加分项目，早早锁定目标，不懈努力，走出精彩的人生。OAEC 的徐丽校长也分享舞蹈学习的持之以恒和参加考级和舞蹈比赛的收益，以及如何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的教育感想。